跟着米露玩 Roblox 游戏更好玩。大家好，我是米露。这一次呢，一样是有粉丝在 DC 里面留言，如何去快速得到 FB 呢？那 FB 就是我们左边这个第二个货币，那这个货币可以拿来很多用途。那后续呢，很多任务都需要用到这一个货币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如何在 BF 里面呢，除了任务以外，可以得到 FB 的地方哦。这次顺便也会介绍如何找到隐藏岛的齿轮哦。我们首先来看 FB 的所有地点吧。我现在在闹鬼城堡的抽惊喜礼包 NPC 这边。那这个 NPC 呢，你必须要收集骨头。好，这个骨头，好，每一次呢，一次是50个。那你可以抽10次，那再抽这个就有机会去拿到 FB。 抽抽看，金钱也会有。抽到了万圣节精华，那这边呢 FB 的上限啊，最高是可以拿到300。我只拿到159，超少的。好，10次抽完。那抽完呢？它每一次是要用500个就可以抽10次。那你要打的话呢，就是打这个骷髅头。哦，闹鬼城堡里面的怪，哦，都会有，它会掉骨头。那等级越高的怪物呢，哦，它所掉的骨头会越多，所以建议去打那一只，哦，等级最高的木乃伊。我们在闹鬼城堡的城堡里面，那这边有一个往地下室的通道。那这只怪物呢，是在闹鬼城堡等级最高的，那它的骨头也是掉落最高的，最高可以拿到5个左右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蹦。那以上是闹鬼城堡拿 FB 的方式。现在要来打的是精英怪。那精英怪呢，它本身也会掉 FB， 所以很多朋友们在路过看到的时候呢，就不要放过哦。那如果你是有那个伺服器是有人要解的，今天也可以让给他，让新手去解。那如果都没有人打，偶尔路过看到可以顺便打一下，因为它只会掉100 FB 哦，这是精英怪的部分。现在在海德拉岛的下方这边的洞穴这边，那这边有一个训练用的木乃伊，那我们要击败它，它出现在中间，那尽量不要把它打太远，因为我们是要拿 FB， 打太远的话它会恢复它的血量。那平常啊，如果朋友们如果要在这边测试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哦，测试伤害啊都是可以的，测试你的那个连击都是可以的。你只要把它打死呢，它就会给你200 FB， 那也是有经验值的。那记得这个任务啊，每个小时只能做一次哦，意思是每个小时只能接一次这个任务。如果有路过的话，再来拿 FB 吧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海上事件的 FB 怎么获得。那首先这边有小船舰，那小船舰的话呢，它一艘是25 FB， 然后外加金块一个。它的金块是可以获得的哦，但是它是不会显示在视窗上面的，所以各位朋友们自己再看一下自己的包包里面，它是会增加的哦，不要担心说刷不到金块，这个本身都会有。这三艘组合船舰啊，又不是会有三个金块，所以要加减打也是可以哦。那大艘的船舰呢，它是75 FB， 那外加金块一个，然后有可能会有水果的掉落。海上事件里面呢，还会生成一个叫宝藏岛的岛屿，那它分成有大岛跟小岛。那小岛呢，三个宝箱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FB 的宝箱，我们这次拿到150 FB 哦。海上事件的大岛，那这边会有一个 FB 宝箱，我这次拿到101 FB 哦，这个岛比小岛大一些些。那幽灵船的部分呢，是来可以拿到3个金块，加 FB 75。那海上世界这边呢，还有一艘幽灵船，那这一艘幽灵船呢，是可以打到材料的。那打完它呢，它是会有5个金块，然后加上100 FB 哦。那海兽的部分呢，它一只是会有150 FB 哦。鲨鱼的话，一只是300 FB 哦。现在打海盗袭击事件，那也会有100 FB 哦。那利维坦的话呢，它是有1000 FB 哦。打一的部分呢是1000 FB。好，打赢作者是可以拿到1500 FB 哦。现在再打二海黑胡子有1500 FB 哦。好，我们打完了卡二，那卡二的 FB 呢是2000 FB 哦。接下来米露要分享的拿取 FB 的地点就是隐藏之岛。那当你刷到隐藏之岛呢，它岛上呢随机会出现呢5到10个
FB 宝箱。那如果你在岛上持续待的久一点的话，它的 FB 宝箱的位置是会刷新的，有可能可以重复拿到5到10个。那再来我们要谈到隐藏之岛的齿轮要怎么找呢？首先这边有一张图，我们首先要以那个火山造型的最高点，就是我们要将月亮让它发光的地点，那个地方就列为起点，然后开始去画我们的线。你需要自己先预习一下隐藏岛的位置，那你要从哪边开始找，对你会比较方便。那这张图呢，就可以引导你去找寻所有的地点。那目前的齿轮出现的地点总共有13个。那资料呢，还是以官方更新为主，有可能会变更，有可能会增加。那祝大家赶快找到齿轮哦！现在我们要来测试副本的部分。那二海也会有副本，那我们选择来三海这一边。我们挑战的副本是火焰副本，因为这个副本最简单。今天的角色搭配呢是4个人。二狐二人，然后是大火配武器。那武器的话，我们附魔是风暴。那这个组合呢，目前来讲，你会认为这是刷最快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测试看看，我们大概多久可以完成一轮的副本呢？那今天米露已经买完了，在这边，我们要准备进去副本。那我们这次选择风暴呢，是因为风暴的话，它可以在20米以内的敌人都可以打击得到。那狐狸的话是属于机动性部分，那它也可以用普攻去攻击，那整个轻盔的速度会增加很多。进入副本的时候呢，时间是12分30秒，那我们看看多久会完成一轮的副本。第一岛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去第二岛。狐狸在跳跃方面呢，只要配上驾驶头盔，那跑速是很快的。最后一只哦，现在才7分50秒，好，完成了。我们7分50秒就完成了一次火焰副本的图集。那以上是米露团队测试的速刷方式，非常成功。我们基本上大约只用了5到5分钟的时间，就完成了一场副本。1个小时来计算呢，我们至少能拿到10000多的 FB。Nice。那这一次的测试就到这边，玩家朋友们，如果你有比米露这个团队速刷的方式更快的，那可以在底下留言让米露知道哦。以上就是米露先前测试的如何快速的赚取 FB 的方式，还有 DF 里面所有可以拿到 FB 的地点哦。之后呢，在直播里面呢，米露也会将这一个赚取 FB 的方式列入我们的直播项目之内哦。如果你没有 FB 的，记得看到米露直播，赶快进入游师服游戏里面跟米露一起玩哦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